大家好，我是果哥的世界，果哥的世界就是我啊。我今天为大家解说一部这个个人竞技的娱乐视频啊，也是非常的搞笑，非常的屌爆，真的是不得不看啊，非常搞笑的一个段这个个人竞技啊，各种镜头也是特别好玩。然后现在先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脱口秀啊，就是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就非想骂我，但是他还想用这个普通就是看不出来的方法骂我。于是有一天我俩走在路上，于是他就跟我说啊，你妹的电话啊，他就想骂我，你知道吧。然后我也就亲切的回答他说，你妈的电话，呵呵呵呵，饿好玩吧。哎呦，一个准劲啊，我想破这把枪啊，这把枪是什么感觉，好爽啊。哦，我靠，这家伙竟然踩着我，好像是。哎呀，哦，他的枪还是他的啊，我们还是用他的枪打不过他的一个爆头。可是有很多粉丝问我这个为什么不比较少出这个 CF 的视频啊。其实也不是少出 CF 的视频，因为这个 CF 上的枪只有一把，这个破水晶啊，也是大家经常看，可能都有点看腻了。但是这个还是要小粉的要求啊，给大家做一部这个娱乐的解说，也是特别的好玩。哎呀，跳跳跳跳你妹呀，黄金爆头啊！哎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我去，两把枪对着鹅，鹅就受不了了。四八，在这里转圈圈，哎哎哎呦，灯塔，烦死了！哎呀，旁边这个妹子在后面也不给我打电话，你打句电话我不就知道你在后面了吗？哦，后面又有人啊，上面又有个硬币，我靠！哦，他们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否你也是真的想杀我吗？但是我有一个灯泡穿死你了，于是我们就正常的解说吧。哦，砰！我靠，没炸死人，我靠，有人来，小妹妹，哦 ，double kill， 怎么还不出人啊？出人让我再爽一爽，我靠，出人出这么慢，有没有搞错了？我们看到这个，跳跳跳啊，卡门卡门靠过来，这个妹子是果断往我枪口上跳啊。哎呀，我们看刚才截图，希望大家注意一下，你看看他们到底死了多少次。尤其是这个6分53秒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，你们看看他们到底死了多少次。哎呀，实在是太搞笑了，原来我自己竟然不知道我死的次数竟然是这里最少的啊，才死了20次，我靠，那帮家伙竟然死了50、60，我靠，实在是太搞笑了。一个比一个多，哎呀，游走游走，像是盖伦一样的游走，游走枪，游走水晶步枪，哎呦，去死吧！我靠，爆头！哎呀，这家伙真不争气，我靠，你怎么把前面那家伙干死？我靠！干死了我以后不就有发展了？哦，我靠，这俩真好玩，这俩真好玩，穿的一样的衣服在这块啊，进行小房子里面像是监狱似的进行单挑，我靠！哦呦呵，又死一个！打打打，打中小鸡鸡了，打中小鸡鸡了 ，double kill，double kill， 怎么箱子后面没人？我去！哎呀，呵！我去！这个出人出的这个地方比较多啊，这个个人竞技啊！哎呦我操，点不倒，点不倒！哎呀，点不倒怎么办啊？果断的放弃吧。
小伙子他跑跑跑跑跑妹啊，还拿着一把水晶狙啊，哇，装备倒是挺屌的。我靠，太远了又点不着。来一个炸弹，阴逼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阴逼。哎呦呦，哎呦，还给我还礼了，还给我还礼了，我去。还礼了，我也是果断要死掉的哈。刀，穿死你，我穿死你。哦，爽吧，还剩两滴血了，我靠，怎么这么危险。火麒麟啊，复仇啊，继续死 double kill， 让你俩刚才在这个在这块啊，阴你哥啊，跑你妹呀、啊！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我靠，这被别人干死了啊，抢了我的人头了，没搞错，那就必须黄金爆头啊！报仇，这个报你抢人头的一枪之恨呢，也是。哎呦我去，这两个，哎呦我去，啊，就你抢我人头是吧？抢人头必须死，还看看什么？你看啊，我靠，我就八发子弹了，把他 KO 了，太搞笑了。一个炸弹，我就知道要出人了啊！炸死你！哦 ，so ga 啊，换一下子弹。哎呀！大屁股，我靠，一个大屁股一下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啊，还是个男的，你要说你是女的也省略号。我们看看他杀了多少人，死了多少次，哎呀太。